君将白鹤，请吃菜。好，卢总也吃。哎呀，我辛苦打拼出来的招牌，能出现在我偶像的电影里面，这是什么感觉啊？啊，高兴，就是高兴啊！恭喜卢总，祝贺卢总。有多少人抢着要投资啊？这哪能轮到我有机会啊？可是，这是我的理想啊，看着我的偶像。 在电影的大荧幕里面吃着我品牌的火锅，这就是对我这十几年打拼努力的最好的肯定啊！所以我这几天觉都睡不好，找了各种门路，就是找不到办法。谁知道苏小姐帮上了大忙，牵上了这根线。<笑>瞧您说的，您能完成心愿，我也跟着很高兴啊！哎，尚总要感谢你，我的这个投资是不需要回报的，白白的把钱送给他们。 这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，我们都要谢谢你啊！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小苏，你确实干得不错，我也敬你。这杯酒啊，我们应该祝电影大获成功，票房大卖，让荣天下传遍天下。传遍天下。卢总。 既然电影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，那我们聊一聊这个荣天下入驻安盛的具体事宜吧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呢，不瞒你们了，我去见过尚总了，我才知道原来安盛跟嘉科是竞争关系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荣天下还是最好不要入驻安盛了。是尚淳说的。 这种事情呢，当然不需要直说了。可是现在嘉科也没有适合荣天下的铺位啊。没有合适的也没关系，反正就是我们不入驻安盛，不得罪尚总就可以了。卢总，在商言商，电影植入只是情怀，但是入驻安盛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利益。丛总说的没错，在商言商，但是荣天下是入驻安盛。 还是地段相当的其他商场，似乎对我们这个经营方面好像没有多大的影响啊。当然有，我们可以为荣天下增加一个月的免租期，而且还有特别的优惠。这样算下来，卢总您真是……丛总，你这句话我可记下了啊。<笑>哎，我们荣天下既然要进军上海，当然不可能只开一家店了，是吧？明年啊，就会有第二家、第三家，到时候我一定找你们合作。 可是要等到明年呢。卢总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，这开店嘛，肯定不止只开一家，可是能够适合荣天下的电影呢，就这么一部，不容错过。就是这个意思，苏小姐是个明白人啊，敞亮。你这个朋友我一定交定了，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那我现在就请卢总帮个忙，可以吗？说来听听。哦，只要不是让我们入驻安盛，其他的事情我一定尽力而为。 我听说天府轩的方总跟您是至交，而且天府轩最近也正在入驻上海。苏小姐的功课做得很仔细啊！我也是在一些访谈上看到的，天府轩和荣天下呢一直共进退，甚至同时开发了北京和广州的市场。既然卢总已经来到上海了，方总应该很快也会跟进吧？苏小姐是想让我把方总介绍到安盛？ 不知道卢总愿不愿意帮这个忙呢？<笑>要是搁平时呢，我肯定是不愿意的，因为朋友归朋友，生意归生意，万一你们合作的不愉快，我还把这个朋友给得罪了。但是我觉得呢，这次可以破例。我龙某在江湖上也行走这么多年，这厚道的人不少，聪明的人更多，但是既厚道又聪明的人。 却屈指可数，他方总是其中一个。你苏小姐也有潜力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合作愉快的。那，谢谢卢总了。<笑>哎，丛总，虽然我不太愿意承认啊，但是呢，天府轩比我们荣天下的段位呢是要稍微高那么一点点。<笑>全靠卢总的成全。 来，干杯！
我们这边跟天府轩的合同已经签下来了，都是你的功劳。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，不用谦虚，我这人奖罚分明。这个月呢，我会给你申请特别奖金，再加上提成，至少有你半年的工资。谢谢松总，好好干吧。 上总，你们寄来了这个。嗯。就只有这个？是，也没有写寄件人。知道了。那我先出去了。 这个女人有点意思。上唇。怎么了？你过来。我马上就来。你过来。来了。这个月书吧的财报，看看。我还能不相信你财经大学的高材生啊？ 我是什么高材生啊？勉勉强强毕业而已。我都有几个同学混进四大了，真的挺厉害的。怎么？你羡慕他们？那倒也没有，就是感慨一下而已。喝杯茶，辛苦啦。这什么茶？你喝嘛，快。好喝啊。你猜哪里买的？哪里买的？ 埃及代购，喝个茶还要去埃及买，很难买的。你快喝，不好喝，一点茶味都没有。不懂。来，对了，你在安盛有个朋友叫什么来着？从容。啊，对，从容。前两天啊，我在宴会上碰到他了，他跟你比起来可显得老多了。你说女人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呢？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最适合待在我身边。对，我就适合泡泡茶、美美甲，对吧？来，我看你手，啊，看你。哎呀，我不用。伸出来。哇，你好多死皮要给你剪剪啊！老板，修手50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从容就没有想要跳槽的意思啊？ 他都快当上招商部的总监了，他为什么要跳槽啊？安盛这条船都快要沉了，当上总监又有什么意义啊？我觉得安盛改造的，当然了，这个安盛无论怎么升级改造，都是赶不上我们嘉科的。我们嘉科才是最高端大气上档次啊。不过跳槽的是那天我跟蓉姐说了一嘴，她也没接话，我就没多问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 他们那个老板挺厉害的，一上来就安排从容和另一个人竞争总监的位置。我听蓉姐跟我说啊，他们两个明争暗斗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可以一较高下，一分胜负了，他才不会走呢。哼，让手下内斗，多老套的办法。哎，他没有跟你说点别的？没有啊，他工作上的事情我也不关心啊。那下次有机会，你好好打听打听。 干嘛？想让我当间谍啊？当然了，间谍都是最漂亮的。切，加钱加钱，我不管。你这剪的什么呀？跟狗啃的一样。没有完事儿呢，你等一下，你这样给我看的。恭喜丛总成为我们招商部新一任的总监，大家掌声鼓励。
谢谢大家。其实招商部取得的成绩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我敬大家进新的招商部，谢谢。同时，我还要感谢赵祥庆，没有他，招商部就不能走到今天。我希望我们还可以继续相互合作，相互激励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家。那个，恭喜丛总，好吧？虽然这次我们二部比一部就低了3个百分点，但是愿赌服输。我呢，在这儿表个态啊，在今后的工作当中，我们二部一定不会给一部来使绊子。大家是不是这样啊？是。恭喜丛总。谢谢啊。最后还要感谢王总，是王总给了我这次机会，所以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。有请王总给我们讲两句，好不好？两位新任领导的讲话实在是太谦虚、太保守了。现在我们要有该有的自信。就在几个月前，所有人都在看空安盛，是二位力挽狂澜，是招商部你们在座的所有每一个人，最终把客户一个一个拉回了安盛，直到现在，安盛的招商率创了历史新高。你们让那些失败者知道自己错了。你们让那些退缩者知道错了，你们的努力是对的，你们的付出是对的，你们的辛苦没有白费，安盛将一往无前，永远屹立在百货行业之巅。你们是我的英雄，是招商部的英雄，是整个安盛的英雄。这一杯，我王居安敬你们，敬安盛的脊梁，我们将战无不胜，战无不胜。疯狂，疯狂，太疯狂了！哎，当着我的面啊，领着一帮员工高呼口号：“安盛要做老大，我们要做老大，我要做老大！”才取得那么小小的一点成绩就要当老大，他忘了上面还有个董事长吧？打牌还得分个大小王吧？我无所谓，他只要能把安盛搞好，我怎么都可以。搞好？不可能的，他比他爸爸王建明差远了，一点城府都没有，当着一帮普通员工的面就那么张狂，搞不出什么大滑头进来的。我觉得他比翁思维强不了多少。老徐，你急什么？这不是好事吗？好事儿也对呀，这样就不足为患了。王居安也不过如此。丛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没事，苏墨，你赶紧坐吧。今天我们只是喝下午茶，又不谈工作。约了别人就应该准时。老板，把饮料单拿过来呗。来啦。我说今天怎么有雅欣来我这儿消费？原来是约了人呢。哎，不是你说想请苏墨喝茶的，我才把他叫过来呀。我那天就是那么一提啊。行了行了，别不好意思啊。
亲近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嘴硬。来，苏沫，想喝什么随便点啊。今天咱们呢，坐下来好好喝一杯茶，然后一笑泯恩仇，好吧？啊，反正我有几件事我要先告诉你啊。第一，我不是小三，我先认识尚淳的，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，那个艾琳才是小三。第二，会所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，是你冤枉我了。第三，哎，你这哪是泯恩仇啊，你这是要算总账是吧？我还没说完，你等会儿。第三，虽然我没有做错什么，但是我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，为了表示诚意，我一会儿给你拿一张我们店里的卡，以后你来这里随便消费都算我的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我还去你们店里撤销投诉来着，还让店长把奖金还给你，但是你们那个什么店长，他说这事儿已经翻篇了，没有办法更改了。你还真去了？你怎么没跟我说呢？也没办成，白跑一趟，惹一肚子气，跟你说干嘛？那我得谢谢你。谢就不必了，反正我什么也没做成。不过你们那个店长啊，真的不是个东西，贼抠门。我觉得他就是诚心不想把奖金给你，你离开那里也挺好的，因祸得福吧。我听蓉姐说了，你能力特别强，当柜姐也是屈才了。都是打工人，打工和打工还不一样呢。你们现在是职场精英，我很羡慕的。哎，我之前路过这家店的时候啊，就觉得它的装修风格非常的特别，没想到今天的主人就近在咫尺。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哎，我就说吧，你知道吗？这里面，这里面能看到的全是我自己设计的，包括这些小细节，还不错的啊。看得出来，从整体风格到细节呀、啊。都非常用心，有眼光，跟我一样。还别说，你们俩的性格还挺像的，都是那种一点就着，但是嘴硬心软。好了，今天你们的问题呢就解决完了，从现在开始主角就是我，我升职，你们应该为我庆祝一下吧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那你来安排节目，从现在到12点之间的每一分钟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。好。你呢？什么都不用管，就负责吃，负责喝，负责美美哒。我可以什么都不管，但是活都让苏沫做了，你管什么呀？我管买单呗。完美。来，你快看，点点什么喝的？我们这有好几款新的饮料。采小树，这些都是公关部、财务部的同事为了欢迎您的到来准备的一点心意。您看，咱们这些都拿走，一个也不要。今天是王总第一次召集各个主管开会，下面咱们进入第一个议程。哎，抱歉，我打断一下啊。王总，我研究了一下您的部门优化方案，您计划将行政部的职能一分为二，一部分呢为总参办直管，另外一部分呢划分到我们 HR 来。我想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呀？行政和人事很多职能是相同的，没必要让两个部门去做重复的工作。而且行政部是徐总监管的，集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徐总，你帮他分担一点，他可以更专注集团事务。啊，感谢王总对我的体恤，
你这个方案应该是参考了法国公司的架构，不是说不可以，但是这里是上海，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还是不同的，我们不是冷血商人，还是要讲人情，不能伤了老员工的情感。对员工来说，福利待遇没有变化，我相信感受也没什么不同，部门优化只是负责人的权利受到影响而已。我倒不留恋这个什么权利，啊，确实我现在管的也挺多的，分担一下呢也挺好。但是徐总都这么说了，曹总应该也不会反对了吧？除非你对自己的能力没信心，怕胜任不了。当然不是了，这又不是我个人的问题。再说要受影响的不光是行政部和我们 HR 部门，那其他部门都有变动。郝正义，你不是说你们市场部对这个方案也有意见吗？什么意见啊？这个方案我还需要再仔细研究一下，所以暂时没什么意见。有想法随时来找我，各位都一样，我办公室的大门向大家敞开，但提醒一句，任何反对意见的前提必须是实打实的数据，拿数据说话我心服口服，拿人情当幌子，对不起，我不吃这套。开始吧。这个曹总也太奇怪了， HR 与行政合并明明是增加他的权利，你说他怎么就不干呢？他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徐国营是张亚楠的人，曹若成也是从他手底下干起来的，怎么敢分他的权？原来是这样。你也别老只顾着台面的工作，人情世故你也想一想。嗯。哎呦，王总，这个郝成义，你说他是哪边的呀？我看他跟曹若成平常走得挺近的，怎么今天完全没替他说话？这个人完全不了解，是我离开的这些年自己升上来的，找机会给他把把脉。嗯，行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走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刚才开会为什么不帮我说话？我就是在帮你啊。难不成你真的不想要这块到嘴的肥肉啊？话都不能这么说，我是怕他把老徐赶走了，下一个针对就是我了。你干得好好的，他有什么理由针对你呀？这种东西他不需要理由啊。老曹，你放心，我一直都站在你这边。晚上咱们整一局。那我先走了。你们不知道，刚才王总那个样子，哎呦，这汉宁啊，感觉要把人吃掉了都要。不过这件事情嘛，我呢肯定是站王总的。赵总，我有句话您别生气啊。招商一二部合并之后，您是最大的受害者，那为什么您还会支持职能优化方案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们赵总啊，不是站队大王总，是不站队小王总。你说这个小王总在公司的时候，阿拉有一个日子好过了，又不是一个妈生的，有什么好牛气的？不是一个妈？干嘛？哎，就这么好奇怪的了？对，大家都知道的呀，大王小王本来就是同父异母。赵祥庆，干嘛？你过来。好好工作啊。丛总，有什么工作需要交代啊？你是不是没事可干啊？嗯。在办公室聊八卦，是不是也太闲了？哎呀。
开完会嘛，聊聊天放松一下，活跃一下这个紧张的办公室气氛，我认为没有问题吧。赵祥庆，你我从前是平级，现在可是正副级，有些话嘛我不想说太直白。知道你是我的领导，丛总不用反复提醒，但是呢我这个人有自己的工作方式，我认为在完成了分内的工作以后聊聊天放松放松没有什么不妥吧。况且谁在公司朝九晚五一分钟都不休息？我没不让你休息，可是你有几条命，居然在公司聊领导的八卦。哎呀，我这不是看小苏刚来的，我怕他不了解状况，那我总要给他普及普及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以后上班时间不说了，行吗？哎，我下班的时候再说。下班也不能说。下班的时候你可管不到我啊。哎，我突然想起个事儿。怎么了？给你发了个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我在群里看到的一个线上的英语培训课程，这个特别好。我亲戚的小孩之前英语都不及格的，用了这个课程以后，班级前三。你给我发这个干什么？哎呀，我听到你打电话咨询这方面的问题了。咨询没有用的，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、经过实践检验的，知道吗？你是给谁家小朋友找英语课程啊？哦，我是帮亲戚打听一下。哦，哎，以后打听这种事情问我啊，我好几个妈妈群，消息灵通的不得了。你一个大男人的，加那么多妈妈群干什么？你不好性别歧视的啊，加妈妈群怎么了？你看现在不就用上了吗？对吧？我去忙了啊。你真的甘心给我当副手？我愿赌服输，你赢得光明正大，我有什么好不甘心的？但是，丛总不要放松警惕啊，我随时都可能赢回来。我去忙了。下次约啊。新来的，打得不错，我们玩玩。歇会儿，哎呦我，哎呦我，王总，啊，哎呦，谢谢王总，你进攻不错，防守有点问题。哎，我三脚猫功夫在你面前班门弄斧了。嗯。听说我从招商办公室离开以后，你们那儿风生水起的，昨天又被叫去训话了。哎呀，我跟丛总啊，一言不合就开怼。嘿，啊，但他这个人不坏的，他从来不在背后给人穿小鞋，挺大气啊。我忽然发现，
像你这种把办公室搞得跟康乐中心一样，让下属们八卦完了还能用心干活的领导，真是一朵奇葩啊。不过好像就是去错了部门。王总，您觉得我应该去哪个部门啊？再比一场。哎呀，从头输到尾，根本赢不了你啊！努努力，少输几分还是可以的。努力有用吗？我这身高比你差了20厘米，我箭都还没伸出去，你就已经杵着我了。这叫优势，你就别指望了。不过在工作上，倒是应该多利用自己的优势。王总，您觉得我在工作方面有哪些优势啊？当然是人际交往方面，擅长平衡关系，处理人和人之间的纠纷，这些都是你的优势。我还有这些优势啊，我自己都没意识到。哎呀，不过我现在是在这个招商部，要是在人事部，我这个优势是不是能发挥得更淋漓尽致？当然了，在招商部其实也是跟人打交道，最主要是就是要靠拼，要去争，对我来说太血腥了，不适合我。有想法就早做准备，万一机会来了，就要一把抓住。公司见。王总慢点啊。好快啊，这脸色看上去真红润，不是光线问题吧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啊，给你近的看看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这就近的，看见了吧？还好，恢复的还好，你别操心了啊。有你妈在这儿，你就放心吧啊。医生说了，你爸的底子特别好，恢复的特别快。好家伙，他这一听这个呢，又来劲了，又要商量开裁缝铺的事儿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你这病才刚好，需要多休息，又不是吃不上饭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刚给你们转了6万块钱，你们赶紧把这钱还给叔叔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你这辛苦你了。我不辛苦，我一会儿还要跟同事去唱歌呢，你看我多潇洒。那行，那你赶紧去吧，别让人家等了啊。你们要多注意休息啊，等爸病好了，我接你们来上海玩。你最漂亮。拜拜。小苏。很着急了吧？没有，我也刚出来。今天真是托了你的福呀，才能蹭到西西的车。哦哟，这么说我可伤心了呀，让你少蹭了一样。哎，这个月第一次，好吧。好了好了，走，走，走。还得亲自送我去，跟看管犯人似的。我又不是看守所出来的。再说你晚上不是有活动吗？潇洒快活就好了呀，留着我一个人默默啃书就行了。对我毫无信任可言啊！再说这老师家也太远了吧？少来这套！我不知道你，3天不管上房揭瓦。这次给你找的英语老师，人家从来都不上门的。就你的英语水平，我都担心人家要不要。能挤进去就不错了。老王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帮我把数学私教换了？又作什么妖啊？不是作不作妖的问题，是我听说吧，钟声他表姐以前念书的时候，数学学得特别好，年年拿奖。如果他来给我教数学，那欠抽是不是？顺便再把那个学霸给你带过来，这书还念不念了？猥琐，老王你太猥琐了，我这么伟光正的高三生，能这么假公济私吗？你私教一小时给人家挣1000块钱，还不如给钟声他表姐，这样他一到五去你那儿上班，周末来我这儿挣外快，钱也来得快点。况且人家家里还有个老爸，心脏病刚做完支架。什么心脏病？钟声表姐他爸，钟声的姑父，我也是听同学说的。你说。这事儿给我说多好，分分钟就给他解决了。不过以钟声的脾气，
我就算悄悄给他办了，他应该会臭骂我一顿。我们王姐良心真的蛮好的。一杯拿铁。好的，小姐，您的咖啡准备好了。谢谢。祝您饮用愉快。接了那么个大单，跑腿的事儿应该有人替你做吧？举手之劳。不错嘛，懂得拓宽社交了，继续保持。王总，王总，不好了，安生有人要跳楼。王总。妈妈，这是老于的家属。你这是王志安？对，你要见我。诉求是什么？诉求，我们家老于是个老实人。老实人，老实人会收回扣，干中饱私囊的事儿？你血口喷人，滥竽充丧！你不但开除了我们家的老于，你还诋毁他！你，你给我过去！你别激动，你别激动！快上去！回去！你别激动，好好的一个人啊，怎么办呀？不会真的闹出人命来？当然不会了，真要是跳楼，怎么会选这种地方？就是在演戏。不管真跳假跳，总得让他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。万一掉下去，还真麻烦了。嗯，我也不活了。王俊安，你就是个刽子手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用不着做鬼，现在就可以。有什么冲我来，绝对打不还手。我们家老于就是被你坑的。你说什么？他是相信结果呢？啊！我的爸！你怎么样？没事。这可真厉害呀！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过来，马上过来。哎，这下搞笑了，条件还没来得及开，我还得去派出所闹人。哎。看看，看看，安盛现在是热搜第三。这事儿怎么办？那就让他们议论呗，还能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徐叔，太跟不上潮流了。现在民意能决定的事情可多了呢。我想诸位也看到了，安盛的股票现在已经停止上涨，开始波动了。难道说这是影响不大吗？但是我记得当初老于这个事儿，还是小王总你自己提出来的。哎，这事儿别往我身上推啊！事情现在闹大了，不是因为当初开除了老于，而是跳楼那件事情，你的确没处理好。我哪儿没处理好？跳楼当天你就不应该去现场，你作为安盛的总裁。你亲自和一个疯婆娘去对峙，这视频发到网上，想不火都难呐。这件事情有现在的热度，并不是因为我的出现。你就不要谦虚了，不是因为你，还能是因为什么呢？我让 IT 部查过了，现在的热搜是有人故意制造的，从头到尾，整件事情都在被人操控。查出来了吗？是谁干的？造假的 IP 地址在境外，很难追查。相当于没有说，肯定就是老于啊，让还能有谁啊？这些都不重要，现在是特殊时期，重要的是我们要内部团结。哎，这话说得对，董事长，王总，我替大家问一句啊，即便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这个部门改革必须一路到底吗？当然，公司的高层难道因为一出跳楼闹剧就要朝令夕改？况且出现今天的闹剧，并不是因为人事改革，而是因为公司内部早就出现了蛀虫。于志远的事件揭开了安盛的隐患，股价的波动证明股民和投资者对我们失去了信心。正因为这样的情况，
我们才要继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铲除内部的毒瘤，才能维护安盛的声誉，不是吗，徐总？嗯，哼，王总说的没错，有些事情是要改改了。不过热搜这个事情必须要处理，请放心。既然有人这么爱搞事情，我王居安一定奉陪到底。城市里进退，寻找自己的座位，多少人也一样如梦如醉，尝过崩溃的滋味，心才强大无畏，直到不安和疲惫都被我摧毁。深夜我们无路可回，时间就像掌心的水，留不住它。